好不容易有点机会，我怎么会再放你离开呢？小唐，咱俩能不能好好聊一聊？我刚才已经说很清楚了，你放开。是，我承认那个女孩是我找来气你的，但是你呢？那个男的是谁呀？那男士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。不是，怎么和我没有关系啊？接你下班。不是，哥们，你有完没完啊？能不能不死他俩哪的呀？我他妈怎么的和你有关系没啊？金之一，你够了！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样只会让我更讨厌你。走吧，我们上车。哥们儿，能不能不老动手啊？动动脑子，追女孩还用暴力啊？咱公平竞争啊！加油，哥们儿，加油啊！回来了。嗯。上哪坐？咱俩聊聊呗。妈，我有点累了，有啥事咱明天再说吧。昨天小唐找我了。小唐找你说啥了？昨天小唐家人们，镯子怎么在我妈手里？